成龙，他是一位武术巨星，充满欢笑、动作，最重要的是有不屈的耐力。现在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近距离感受一下成龙的魅力吧。职业：成龙，又名陈港生，1954年4月7日出生于香港。他的父母出身贫寒，他自幼就读于歌剧学校。在那里，他学习歌唱、舞蹈和武术，通过刻苦学习，他培养了表演天赋。陈以童星身份出道，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动作演员地位。他的动作片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独特的手法受到世界各地观众的喜爱。电影，成龙曾出演多部电影，并以其动作场面中的危险特技工作而闻名。代表作品有 Project A 1983，一部关于对抗海盗的动作喜剧，警察故事1985，一部关于现代香港警察生活的动作喜剧，装甲连1986，他扮演一名侦探，在危险的高楼里的战斗令人印象深刻。A2 计划历史上最大的目标1987续集，比前作更加动作戏和笑点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制作了许多国际作品，并以第一滴血21985年和尖峰时刻系列1998年等作品获得认可。性格，成龙的性格非常认真努力，与他在电影中展现的笑容相反。他以表演自己的特技而闻名，并因其对工作的奉献精神而受到尊重。此外，在私生活中，他热衷于慈善事业，也展现出谦虚的一面。成龙还以在电影拍摄间隙定期训练而闻名。他的耐力和灵活性在许多动作场面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。家庭，成龙对家人有着深厚的爱。1982年，他与女演员林凤娇结婚，育有两个孩子，房祖名和伊塔。成龙曾公开表示，家人是他的支持，他的电影的成功归功于他们。其他活动，除了电影演员之外，成龙在歌手方面也取得了成功。他还为自己的电影和自己的专辑发行了主题曲。我们还积极参与各类慈善活动，努力以国际化视野为社会做出贡献。成龙以其独特的笑容、独特的动作风格以及对电影事业的贡献而受到全世界的喜爱。他的职业生涯已经跨越了几十年，许多粉丝仍然期待着他的新冒险，期待成龙的新活动。让我们一起畅聊成龙在电影中的角色和魅力吧。龙镜项目 A， 身份龙族军团队长，他指挥着香港警队的一支精锐部队。魅力，这部电影展示了他出色的动作场面和喜剧表演，跳马、翻高墙等特技动作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杰基特兰警察故事，角色现代香港警探。魅力，顾名思义，陈成龙这个角色强调了成龙滑稽而独特的一面。表演是动作与笑声的完美结合，非常有趣。 TINGAR 计划史上最大目标，角色 A 计划续集中前海贼丁再次与海盗作战。魅力，婷是一个有过去背景的角色，与陈的动作以及故事的情感元素相得益彰。艾迪扬第一滴血二怒火逃亡，角色一名在美国陆军战俘营工作的香港警察。魅力，这部电影凸显了他的国际影响力，通过与兰博共同主演，他展示了自己作为动作专业人士的能力。李尖峰时刻系列，角色汉克李侦探，美国警察。精彩理由，克里斯塔克饰演的李侦探与成龙的动作与喜剧完美结合，大放异彩。作品描绘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幽默和友谊，引得观众捧腹大笑。
问号快点，有很多船。角色他是船上的厨师长，当船只受到攻击时他成为英雄。魅力最大的亮点是发挥陈灵巧动作的船上大动作。这是一部充满他的斗争和幽默的有趣电影。不仅如此，成龙还在多部电影中扮演过不同的角色。他不仅仅是动作明星，其魅力还在于融合了喜剧、情感、友情等多种元素的娴熟表演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技作品和动作有能力吸引观众。